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，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生，皈依大魔，地狱众生，皈依僧邪，诸众众生，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生，皈依大魔，地狱众生，皈依僧邪，诸众众生，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众生，皈依大魔，地狱众生，皈依僧邪，诸众众生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1017页第一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不可称者，是妙观察之，此之观察不可称心，不可称。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，无法说，说不出来。啊，妙观察，这是转第六识。前面不思议之，是尘所作，是转前五识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转前五识为不思议，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，啊，就是不可称。第六意识，凡夫想用心，就是指的这个。啊，六道凡夫观察整个宇宙，是处是法，包括六道轮回在内，啊，转过来之后，把意识转过来，意识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跟前面眼耳鼻舌身一样。啊，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前五识是物质，物质现象，第六意识是心理现象，它不是物质。凡夫讲用心，多半都是用的人，啊，这个心是物质现象不能缺少的。物质从哪里来的？从第六意识来的。啊，还有第七识、第八识。意识，换一句话说，妄想。第七识
执着。第八识是藏识，含藏一切法的种子。藏意思就像仓库一样，储存无世界以来一切根尘落屑种子，都储存在第八识里头。好在这些东西不是物质现象。佛在经上常说，如果它要有形象，有形象是物质，再小我们一般讲尘沙，眼睛看得见最小的，还有肉眼看不见的，原子、电子、粒子，现在的量子，这都是肉眼看不见的。啊，要用很高倍数的显微镜才看到。啊，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。这是所有物质现象的离体啊，这个说法也只是一个比喻啊，真相我们见不到，必须转世成智才见到。什么地位呢？菩萨、阿罗汉没见到，菩萨见到了。转第六识，微妙观察；转第七识，第七识的执着；第六识是妄想。啊，是转第七识。为平等心智，不再执着了。为什么？知道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知道它确确实实是不存在的。我们把它看错了，像眼看花了，以为它真的存在，以为它有，啊，其实它不存在，似有非有。这个地方注解注得好，你看，为一切法如梦如幻，非有非无，立言绝律。虑是考虑，是思想。立言，言语没办法说，说不出来，也想不出来。啊，这个虑是想，无法想象，不能说它有，也不能说它没有。啊，是。非诸言者所能称量，是故名为不可称之。啊，就是这就讲不思议之。大乘广智是平等性质。啊，大乘广智。是转识成智，成为平等性。啊，它有分别，它有执着。
执着破了，平等性现前了。阿罗汉不平等，菩萨平等了，转第七识了。阿罗汉转第六意识，啊，这真正转第七识，就是不分别了。啊，此智广度不同小乘，为小乘无我，故无不我，无不我故，无不我故，无不等摄。啊，其意思是说，悉皆平等摄受。那我们就晓得，说第六意识，是分别；说第七识，是执着。不分别不执着了，是菩萨；还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是阿罗汉。菩萨修行，把这些道理统统搞清楚。搞明白了，在哪里修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，这是真修。啊，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前六识起作用。啊，不再执着了。第七识转了，不再分别了。第六识转了，六识转了叫妙观察，七识转了叫平等性。平等是菩萨，所以平等心智，心量就大了，跟小乘不一样。小乘无我，无我还有无不我，相对的，我与无我都没有。就平等了，啊，执着无我也是错误的，他还有执着，还有分别，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，心是什么？如如不动啊。这是真心啊，凡是有波动的是生灭法，有生有灭，只是它的频率太高，我们说它的寿命太短啊，一秒钟它已经生灭2240兆次，这么高的频率。我们今天看屏幕，屏幕上显示的时候，这个生灭的频率是100次，一秒钟100次。啊，这科学家看到了，一秒钟2240兆次，没发现，
我们的科学仪器还达不到。希望再过个二三十年啊，有更先进的仪器来观察，频率高的能够见得到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，这也是天眼的啊，这是人创造出来的天眼，肉眼看不到，借显微镜可以看到，显微镜、望远镜都算是人造的天眼啊，人工造的，能帮助我们观察。所以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入菩萨境界。菩萨有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这30个阶级，他们的观察虽然微妙，没有见到本性。为什么他还有？就是说有分别之处，还没有见到真相，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也就是说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眼能看，耳能听，鼻能嗅，舌能尝味，啊，身有触觉，有感觉，这是凡夫，六道凡夫，在这个境界里头，啊，小乘高明，修定。这个定功浅不深，不够深，只能做到不执着，它还有分别啊。阿罗汉在向上提升，辟支佛，辟支佛在向上提升，初住菩萨，初住到实住，实行、实回向，30个阶级，再向上提升，显现了，他全放下了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放下，障碍去掉了，自信现前，自信本有。只是前面这个这么多障碍呀，让自信不能现前。大学上讲的明德，明德就是自信，明德不明了，那要修德就帮助他。修德是明，明明德，明明德就见性。我们今天是不明，有个明德，明德是真心，真如自信，能生万法。那我们知道，地上菩萨，他们妄念没有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看一切法，
啊，为什么不起心动念？一切法不是真的，也不能说假的，前面说过了。你说的假的，它有相；你说的有相，相不是真的。刹那生灭啊！你要说这是我，我只能有一个，哪有那么多的我？啊，那么多确确实实是从一个自性变现出来的。自性能生呢，万法所生呢，能所都不可得。啊，为什么？自性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。啊，它不是物质，不是精神，就是没有念头，必须在一切放下，所谓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它就现前了。它没有生灭，所以佛说这是真果。真果有四个特性。常、乐、我、净，叫四净德。这是自性本自具足的，你只要把这个找来了就行了。啊，常是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的现象。啊，乐是真乐，它没有烦恼。换句话说，苦乐都没有啊，苦没有了叫乐，乐也不可得，真乐啊！苦乐两边不住啊，底下一个字是净，净是清净，清净是真心。啊，我是真我，所以常乐我净，这是真我。真我是一体，十方三世，一切诸佛如来跟我一体，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。菩萨、声闻、缘觉，六道里头三善道、三恶道，乃至于树木花草、植物、山河大地，都是从我变现出来的。变法界、虚空界跟我是一体，本体就是真我。中国古人讲的明德就是自性，哲学里面叫本体，能生万法。所生的万法不能说有，不能说无，叫妙。有叫妙有，妙有非有，真空不空。
妙有根真空，全教菩萨刚才讲的是住摄心摄回向，全教菩萨都没有见到啊。再向上提升，十地菩萨见到了，叫破一片无明，真一分法身。从初住到十住，无明破尽了，最后还有一品，生相无明。自信现象，生相就是现象，现的什么相？变法界虚空界，过去未来，实在讲过去未来是假的，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，无量寿啊，自信光明遍照，无量光啊！你要问自信什么样子，无量光寿就是佛给我们所形容的无量光寿。那么问题出在哪里？出在妄想。我们讲念头，本来没有念头，怎么会起了个念头？念头起来了，迷了，自信真如本性就变成阿赖耶了。第八识，第八识里头延伸出第七识、第六识、前五识。这就演变成佛家所说的法界、虚空界，万事万物千变万化，像我们看空中云彩，流动不息，变化无常，法身菩萨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不断提升，提升到最高的证得究竟圆满的佛陀。佛陀圆满的明德现前，这一段我们把它念一遍。平等性质，此之广度不同小乘，妙观察是小乘，未有无我，故无本我，无本我故无不等摄，到无我无不我平等了，平等性质现前，
这个时候变法界虚空界全平等，诸佛如来报身报土平等，十法界平等，六道平等啊，乃至于动物植物矿物没有一样不平等，所谓共同一法身，不只是山河与大地，十方如来共同一法身，山河大地也共同一法身，心得第一的就是爱，没有条件，大慈大悲，自自然然流露出来。我们迷了自信，佛菩萨劝我们发心，要发慈悲心。其实慈悲心是自信本自具足的，障碍去掉了，它就会出来了。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从哪里来的？从整个宇宙是一体来的，给我们说真话，我们听不懂。怎么是一体？我不是你，你不是我，你怎么说我们是一体？迷了就不是我，就是有我，有你，有他，觉悟了没有了。我们在不觉，佛随顺我们之见来说法，我们听得懂。要随顺他，他没法可说。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他说什么？所以无我故无不我，这个意思是悉皆平等是什么？那么以此同体智力，普载无边有情，戒令同志无上菩提，故名为大乘广智啊。显示出小乘智慧不行，不究竟啊，他是有众生可度啊。大乘菩萨度无量无边众生，而实无众生得度者，这是大乘，这是真话。声闻缘觉还有众生可度者，不究竟到化身菩萨这才究竟。后面一个无等无能最上甚至，这是正是如来大圆镜智。大圆镜是比喻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照得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究竟圆满的智慧从哪来的？自性本有的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
与法身。这一句话，世尊当年在世讲经教学，不知道说了多少遍，深深唤醒我们。我们好像在做梦啊，把我们喊醒了。啊，这一句话说实实在在的，我们听不懂。初学佛的更是不能理解。啊，佛对初学的人不说这些话，以免产生争论，以免起了副作用，佛所说的话跟事实都相违背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会产生误会。到什么时候说？薄弱啊，薄弱是佛说法第三识。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，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做着榜样给我们看。开悟之后到乐业园去度无比丘，这五个人是照顾他的人，把他们找回来说给他们听，乔真如开悟，证阿罗汉果。以后那四个也都开悟，说小乘法十二年，等于说佛开悟之后就班班教学，从这里开端。这五个人成阿罗汉，佛陀的教学就有五个老师了。啊，讲阿含经十二年，然后向上提升讲方等八年，好比办中学。方等之后这叫二十年的基础，佛开始讲般若。般若完全是佛亲证的境界。二十二，佛度化众生用什么？般若智慧，圆满的智慧呀！我们一般迷惑颠倒不能接受。啊，佛说的话听不懂，没有概念。我们心里的所有的概念和佛所讲的完全相反。所以佛讲真话听不懂。啊，佛的教学很有道理。不行就迁就你，你说什么佛承认，迁就你，慢慢给你帮助你深入。啊，最后八年讲法华涅槃，那是研究所，那对菩萨讲的，
所以从佛一生49年教学啊，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啊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我们就完全明白了，终极的目标回归自信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是回归自信。自信就是明德，明明德，明德放光了，光是智慧，无量智慧。所以最后无等无伦，最上殊胜的智慧出来了，这就是究竟成佛啊！这个智慧佛告诉我们是自性里的本自具足的，智慧现前不是佛给你的，是你把你自己的业障完全放下了，它自然现前。放得少，见一点点，见不完全。阿罗汉放得少，只是一切法不执着了，连身都不执着。凡夫执着身生活，阿罗汉知道身不是我，身是什么？身是我所有，叫我所，我所有的，像衣服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我跟我所有不一样啊。我所有通常也称的叫，就叫我所，佛学的术语，我所就是我所有的，这身是我所有的啊。那什么不是我所有的？迷了之后六道轮回是我所有的，修行正果十法界是我所有的，算圣人小圣啊。十法界是六道加上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叫十法界。十法界都是我所，只是我迷了他不现前，我觉悟了他就现前啊，不现前没丢掉，现前不是突然发生，本来就有的无量智慧，跟佛没一样啊。所以我早年学佛啊，第一次见张家大师，刚入门的，我向张家大师请法啊，我从方老师那边知道佛法是大学问，啊，是哲学的最高峰。我现在请教，佛教里头有没有方法，能让我们早一天契入境界？
我提出这个问题，向他请教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们看了半个多钟点，一句话不说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好几年以后，我才明了，我们年轻，心浮气躁，没有定力，必须到你定下来了，他才跟你说。你没有定下来，他不跟你讲。啊，我看他，他看我，看了半个多钟点，心定下来。他开口了，说了一个字：有。我听到这个有。是你精神就来了，实在呢心动了，他就不说了。啊，等了半个小时，说个有字，再停了大概十分钟吧，时间短一点，我们的气又下去了。告诉我六个字，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你看这六个字，等到差不多四十分钟才等到，不开口就可以说吗？为什么不说？心浮气躁啊！啊，他眼睛当中看到我心浮气躁。我看别的一些同学，那比我浮躁的多了，不知道要加多少倍。那你要去问他，他不是这样跟你说。啊，这些老人说法，关机。你的善根深厚，跟你讲真话，没有善根，劝你断我修善，你能听得懂，你能接受。是老人叶生接待这学人，啊，他看得很清楚，看你的根性，看你的诚意，看你能接受多少。啊，我们第一天见面，重要的就这句话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他送我到门口，拍着我肩膀，今天我跟你讲的六个字，你要好好认真去做六年。这一句话重要，给你讲了，你要做不到，你还是入不了门。你必须把这六个字做到。啊，简单的时候就看破放下。你真正做到，你就入门了，一点都不假了。佛法不是口头上讲的，要契入他的境界。放下什么？放下烦恼习气，这是障碍啊。看破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。
事实你想想真相，那个时候我们初学刚入门，还不能讲这些东西，讲了我们起疑惑。事实真相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我们怎么会懂？色是什么？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认为是真的，全是假的；你认为假的，那全是真的。这个道理深，如果在那个时候给我讲，很难体会，莫测高深，算了，不学了。啊，所以我还好，我都能接受。啊，以后每个星期去找他，啊，也非常难得，他也很喜欢，有缘分。啊，指定我看一些经书。我记得第一本《释迦方志》《释迦谱》，他告诉我，你要学佛，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才不会走冤枉路。啊，现在人家你才不会走弯路。啊。这两样东西看见读了之后，我觉得佛教不是一般人心目当中迷信宗教，不是，它是什么？它是教育。啊，释迦牟尼为我们表现是非常好学的一个年轻人，19岁出家参学，印度所有的宗教他都学过，所有的学派，哲学的学派他都学过，用了12年时间，不满意，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放弃了，到菩提树下去入定，没想到在定中开悟了。啊，出定之后就到鹿野园去找五个同伴，出家的时候他的父亲派了五个人，也都是亲戚同辈分的，一起照顾他，免得他一个人孤单。啊，开悟之后把这五个人找回来，跟他讲，这就是以后讲的阿含经。开始弘法，这五个人我们现在一目了然，五个助手啊，五个老师啊，展开对大众，以后人越聚越多，越来越多，成为一个僧团。啊，经常常说的是出家众1250人，啊，在家学佛的来来去去的，啊，跟他1年2年3年5年，啊，1两个月的，3、5天的都有啊。他没有道场，过的游牧生活，
我们要明了，那为什么这么做？今天完全明白了，佛法能传承传三千年，按照中国的记载，三千年，我们明白了。啊，张家大师替我选择，要我出家，要我修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没道场，没固定的住址，啊，我这一生也是一样，也是没道场。啊，他教学49年，讲出这么多的经论，在中国大乘8个宗派。真难得了，不学多闻，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行，慈悲到极处，真的想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圆满成就，那么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就凭这一点，你本来是佛，你迷了，你把那些迷放下，你就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就是成佛。啊，经教不要学的，本有自性本有的，人家一问就问出来了。释迦佛一生讲经，没有预备功课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无等无能最上圣智，就是自性的圆满智慧。一切众生平等的，菩萨、罗汉，智慧比我们高。什么原因？他很多烦恼习气放下了，清净心现前。平等心现前，清净心生智慧，平等心生智慧，啊，究竟圆满，无等无能，最上智慧，成佛就得就现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现前用这个智慧办学教化众生，49年成就不少有缘人的，啊，证阿罗汉果的，证菩萨果位，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可以说都是成佛的果。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普度众生的第一经，为什么？只有这部经保证你一生成就，其他经佛就说了，你的根性跟他相不相应，相应
有成就，不相应只是种善根而已，这一生不得受用。那么我们想，那不是佛的意思。为什么开这么多法门，有这么多根性人向他请教，他都说出来。我们要知道佛的随缘，佛的慈悲，真正是有求必应。慈悲的基础，随火随缘，也都达到究竟圆满，这是我们应当学的。世现在人间80岁，中国人讲80岁圆寂啊，外国人讲79岁，讲经说法49年，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啊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